爸爸，爸爸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宝贝，爸爸来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爸爸怎么还没来啊？宝贝，爸爸去送货了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没关系，爸爸辛苦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的爸爸怎么还不来啊？儿子，爸爸来了，快上车。爸爸这三轮车太慢了，你每次都迟到。儿子带上，我们回家了。哎呦我的妈！